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教学内容是单腿旋转，右腿在前，左腿在后，右腿为主力腿，左腿为动力腿。好，首先我们第一步要把我们的重心先拎上去。好，首先放在我们的肩膀上，第一步放重心吐气，重心压在我们的右腿。第二步，身体去做引带，欲左先右，欲右先左。第三步，留头甩头，在我们之前的教学内容是有的。准备，预备，看身体去做引带引导，预备走 ，and 去站稳。好，再来一次，预备，手背走 ，and 去定住我们的造型动作上去。好，首先放在我们的肩膀上，第一步放重心吐气，重心压在我们的右腿。第二步，身体去做引带，欲左先右，欲右先左。第三步，留头甩头，在我们之前的教学内容是有的。准备，预备，看身体去做引带引导，预备走 and 去站稳。好，再来一次，预备，手背走 and 去定住我们的造型动作。今天的内容你们学会了吗？记得。